小姐，您去哪儿？我去语言学院。好。师傅，请问现在几点？差一刻八点。您会说汉语啊？我会说一点儿汉语。我是学生，现在回学院上课。你们几点上课？八点上课。师傅，我们八点能到吗？能到。您的汉语很好。哎，哪里，我的汉语不太好。